8月5日，不少网友在社交媒体表示，现在能看到完整显示台湾地图了，精确到街道红绿灯。还有些网友发现，台湾省很多街道都是用大陆城市命名的。有网友在看地图，发现了山西刀削面等小吃店，表示很想去吃。一家被网友点名的台湾省高雄市山西刀削面店的老板娘表示，他们家的刀削牛肉面很好吃，欢迎大陆网友来吃，给大陆网友打折。我山东哎，东西末，但是我们的师傅是山西的，我的婆婆很粉给我的，那他是山西的老师傅教他，妈妈那一边欢迎他们来吃啊，我们的刀削牛肉面很好吃啊，没问题啊，打个九折吧。之前有很多大陆的那个朋友没有来吃面，我一听他们声音就知道是大陆的，会多聊一下。我4年前有回山东去玩，山东现在发展的很好，真进步的很多，现在。